下面一位。那我们现在下一款的名字是随性小翻领光泽衬衫。这款衬衫呢，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其实是个衬衫控，没错。老板其实有想要叫我改成专卖衬衫的，没有。他上次叫我改成专卖衬衫就好，叫我其他什么都不要卖，就卖衬衫。然后因为我是衬衫控，所以本人就是很爱逛那个在东大门的时候很爱逛衬衫店，然后以至于我跟很多衬衫厂商的老板有很好的交情。衫控你就是衬衫来衬衫。哎，暂停一下，工商一下。大家记得赶快分享破100，我们就要现抽1000块现金。哎，你没有买东西，我也会。对，没买东西没关系哦。你从来没有跟 Coach B 买过东西也没关系，帮我们分享。如果你是个男的，你抽到我也会给你1000块。就是马上转，等一下马上转，然后 Live 直接。哎，你弟来了，他也要抽1000块。哦，差点把脏话都骂出来。我们家族在这边直播是是，差点脏话都出来了。好，就是记得分享，赶快分享。好，然后这款衬衫是我个人很喜欢的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宽松然后很性感的 Connie。对，然后这款衬衫它的领子很可爱，它的领子如果把它立起来的话，它是像这样子小立领的感觉，就是它领子其实是非常的小片，然后它可以这样立起来穿，它也可以像这样翻起来穿。然后它是就是领口这个地方，它会有自然的这样子的压折 V 领出来。那它 V 的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。我觉得如果是身形比较瘦一点的女生的话，可能要里面加个背心会比较安全一点。不过基本上我是爱穿那个小可爱的，不是小可爱，就是 bra T 的那种人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方便，也不会怕曝光。那它的胸口大概就是这个位置，然后我是觉得它的领口这个翻领，自然的翻领非常漂亮。那它版型是有点小宽松的设计，就是，哎呦，就是没有很窄身，它是松松的，宽宽松松的感觉。宽宽松松的。背面我们看一下，背面它的领子背面就是这样子，它这边有做一个压折，翻起来这样有一个压折，非常有设计感。就是简单中带有巧思啦，就是很实穿的款式。然后它的布料是带一点点光泽 感，看得出来吗？这个颜色应该比较明显吧？嗯，光线下比较明显。干嘛？有吗？有。挂拍照可能挂拍照应该会更明显一点。对。然后它的扣子呢是很漂亮的贝壳扣。嗯，我这样看得到吗？白色好像会破。哦，那你来。这边有一个贝壳扣。它是贝壳扣的圆扣，然后左胸口有一个口袋是真的口袋，然后它下摆是圆弧感的下摆，然后侧边没有开叉，可是下摆是圆弧感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前面扎起来穿的时候，它的两边也是会顺顺的，就是不会凸一块在这边。对，好，好，介绍完了吗？对，哎，就是一款很实穿的衬衫，又是我啦。啊，它的颜色是有一点。它是米黄带点杏，米黄又带一点杏，然后它是纯白色，两个颜色这样子，应该就是现在大家直播看到的这个颜色，就是它本人就是长这样。它的布料是带有一点微微光泽的，质感很漂亮，是我很爱的衬衫。而且它的米黄色是显肤色的，米黄杏是显肤色，显气色啦，显气色，显肤色是显气色是负面词，显气色就是会显好气色的，因为 T 小编是。黄黑肤，白色会透吗？白色会有一点哦，點點大概是这种感觉。然后穿一个小内搭，嗯，会建议穿小内搭。春夏一定都有内搭啦。